你在后面。那个，我玩过这个。大哥也来一个好不好？那你也一个。这需要道具，他那个道具那个我玩过是吧？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魔术就是带给这样一个人非常神秘的感觉。哎，没有。不是，这个是这样，这个刚才是问这个透露演什么，我只知道我这里边可能有唱，也可能有跳，但是这么多能唱能跳，简直是我这肯定是这个喜剧表演，是吧？泽拉斯基，你好，我喜欢俄罗斯，但我也喜欢意大利啊。那个我的菜啊，不行，这个不是，我确实不那个，我这个音乐总监在底下，我跟他谈过这个事儿，知道吧？尽量把我的那个歌唱的段落删除掉，知道吧？这个音准有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唱歌是要天赋，真的。还在外面，有什么事啊？我唱过一首歌，我曾经唱过，在录音棚里唱完之后，然后有那么一次，我就参加了。结果我发现我那个歌是说出来的歌，这太难了，他期待他的舞蹈，更喜欢他的舞蹈，更喜欢的舞蹈。那你说一个呗？海豚抽筋舞呗？海豚疼啊！不疼能这么叫吗？这个是Stravinsky。你好，我爱你，你是我的偶像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，I love you too。好，看得出来啊，这个田娃作为当之无愧这部戏当中的男主角，看来你唱歌也是非常的棒，还可以居然可以模仿我们的海豚音王子。因为他是我的偶像。他是你的偶像啊。从前年开始。舞也跳得非常的棒，包括刚才你在唱歌的时候，这个维塔斯也说了你很棒。那今天这部戏的感觉，什么样心情？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说实在话，接到这部戏呢，非常的意外。感谢各位。制片人导演对我的信任，我会好好努力把这部戏演好，也是第一次出演，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媒体朋友还有电视机前的朋友都能够支持鼓励我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厉害，我听说这个男主角是千挑万选选出来的，您制胜法宝是什么？是不是也在导演选角的时候唱上了刚才那么一段啊？怎么把你给挑上作为男一号的？其实我也挺意外，那个可能是这部戏啊需要一个特型演员，可能是我长得够张扬吧，
长得实在是无组织无纪律吧，我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，应该问问导演啊。但我们觉得很随和。我想问问，其实你不仅要这个模仿 Vitas 的这个声音，让我们感觉到了你有多么棒的音乐天赋，同时你还要跟黄圣依搭档演对手戏，你会觉得紧张吗？说实话非常紧张，因为黄圣依老师是我的偶像，你非常爱他。我那那个我是那个非常佩服他，非常尊敬他，看过他的演技，特别棒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期待我们所有主演们的这个表现，在电影当中看大家的作品。谢谢铁娃，谢谢华哥，谢谢王思一，谢谢 Vitas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意大利孙大妈，还有董美一，谢谢大家，请就坐。好。至此呢，我们的演员也只是一个简单的亮相，毕竟我们今天是开。